带着，我带着灯呢，我不扔。干啥呀？左右撵我，我在坐着不行。做梦了那天，我天天晚上做梦去去那块等戏啊。咋整的，赛哥？就是说。咱们仨当时敢破呀？没有，是就正着从镜头里移出去的，全是，就是先斜啪，斜着啪出去，哎，出去了，斜出去了，就是感觉好像这边有个绳一蹬，出去了。啊、哦，感觉威亚给撑住了。而吃鸡蛋也是，就是特别硬，就哎，完了蛟龙，哎，吓一跳。吃鸡蛋，嘿，蛟龙啊，完了都挺硬，就一个一个脖子都是这样的，就大家都落枕，可能这每天晚上睡不好，血亏了，感觉血亏六八的，脑瓜六八多吓人，脑瓜六八一出门真不用打伞了，准备着呢，来吧，啊、哎呀我一猜你就是这样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大家现在看明白了吧？什么叫卷？他都是要做好准备而来。干的干的漂亮！招呼都没来得及打，就是没感受过这一块，整得我心潮澎湃，波涛汹涌。拜拜。干啥？拜拜拜拜拜。